首先准备工具有消毒液生成器、储液罐、喷壶、水、盐池、盐。在储液罐里倒入200毫升的水，放入20克盐，然后搅拌直到完全溶解。把量杯的盐水倒入消毒液生成器，再倒入一升的水，接通电源，按下开关。8分钟后，消毒液制作完成。